吃什么？吃什么？不知道哎。包子以外啊。奶茶。奶茶。哎呀。耶！有开耶！开心哦。这家生煎包超好吃的，锅贴也好吃。我爸最爱吃生煎包，最爱吃火锅。每次来一定要买，上次没有买，这次一定要吃，我吃，开心开心，真的很好吃哦，赶快去排队。他在林家观光夜市进来，不知道一百。包水煎包，我跟你说，要锅贴。地瓜球有就买，没有就算了，也不行嘛。先快闪通化街，就为了买生煎包。我们要快一点，因为我们要去看电影。哎，那现在是12颗了，现在扣2块半了。可以吗？好，那你是要试试看他的吗？好啊，好，那你去买。到现场比较好，在巷子里面。上次来不太多人，这次好像没什么人。大概要等多久？地瓜球25分钟。好，那不用。好，对，我要买奶茶。你要喝吗？我不知道你要买。好，一杯鲜奶茶。大杯吗？大杯无糖。大杯无糖去冰。谢谢，谢谢。要什么吗？你买了吗？包包里。那个给你放，他不提供不交代。我那家也是。我爸刚刚去买我们上次买的那家地瓜球。好棒啊！哦，双胞胎啊！好猛哦！哦，我要拍，赶快咬住双胞胎！哇，什么感觉？好像拿到幸运草的感觉。我们要赶时间，赶去看电影。哦，他是养了两只。这张是吃的，很好吃哦。到了南山戏院，我们要来看电影了。其实就只是在附近的，然后因为我怕骑车，所以我们还是就骑过来，不然走路还蛮近的。我们要看野蛮游戏。哎，我们现在要先看什么？8点野蛮游戏啊。哦。8点的野蛮游戏，然后看完，看完去逛一下东西，可以看大娱乐家。今天晚上也冲了。要把今天的重头戏都吃光，这就是刚刚我们买的锅条，然后就觉得里面的菜吃得到菜的甜味，我觉得是他们那个菜的甜味很甜。里面菜，它馅料是菜，因为外面有点焦焦的，感觉会脆脆的。里面的高丽菜很新鲜，咬了还会咔哧咔哧的，很甜，不需要任何酱料，吃原味就可以了，因为菜真的很甜。
然后这是他们另外一个招牌生煎包，是他们最有名的。咬一下，看里面的馅料。它里面肉的味道很浓，很甜，肉汁好好吃哦。真的很好，这个欧巴。对。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没有。为什么没有？因为从小吃到大，他已经习惯这种好吃的味道。通化夜市隐藏版美食，在地人才知道。其他的在这里，因为欧巴要帮我拿。好，我们要赶快去吃，热热的吃比较好吃。好，我们要顺便等八点的电影开演。中场休息，我们看完了一部，然后盖了章出来，我们要出去外面走走，等等一下下一场的时间再回来看。我们继续回去通化夜市买宵夜。好久没有出来谈恋爱了，对啦，啊，不是，完蛋了，感觉我没有下一次了。